那开始 Babs 和 ZX。Babs 试一试，还是用他的 main 老鹰，然后 ZX 使用是 Kuba。Kuba 是还是新手比较友好的，但是他的本身的攻击力还是挺高，所以其实 Babs 是使用老鹰连招角色。如果连招成功了， Kuba 是真的很难离开。但是如果 Kuba 的攻击三四次大成功，那就可以是可以，但是这次是Babs 不让你回来，然后再来连招能回来吗？可以，完毕。拆点，漂亮。拆点，刚才的空后如果成功的话，比较有意思的情况。上臂来离开，但是不能离开。74，漂亮。空后再来吗？空前能不能回来？能不能回来？都能回来，都能回来。连交再来，连交三次四次右板子，可把这次的对手不是 Mario， 是老鹰。 OK， 现在要在地面拉，但是再点往前再来，没事吗？没事吗？能不能回来？其实吃的百分比来击杀，然后现在1-0，恭喜 Babs。 看看 ZX 选择什么地图。好，那么就这次是用小科巴，ZX 选择是小科巴，我们一起看看。小科巴的话，刚才是科巴爸爸死了，所以就选择是孩子，可以试试。小科巴是比较飞行道具比较厉害的，但是问题是他的小心飞行道具，因为这个老鹰他的下臂所有的就是飞行道具就都无效。好了，这个他没有跳了，那现在有一点有机会了吗？可以回来，能回来。好，那百分比差不多一样，就开始。漂亮，漂亮漂亮。非常漂亮，不断的攻击。先看看这个乔克巴的最大的问题是他的飞行道具优秀是优秀，但是都是很慢，所以提前没有准备的时间的话，就可能稍微一点小心一点。刚才哎呀漂亮。没事吗？往前再来。死了。好，2-0，恭喜 Babs。